小 S 的二女儿 Lily 之前和妈妈出席代言活动，15岁的美貌惊艳全场。最近两人又一起受邀拍摄杂志， Lily 在镜头前完全不生涩，看起来就像是专业名模，跟小 S 同框，气场也完全没输。而在访问中， Lily 也透露平常私底下跟妈妈的相处模式，她表示在荧幕前妈妈非常开朗，一直开玩笑，幽默又风趣，但平常她也是用一样的方式跟女儿们一起生活，大部分的时间跟妈妈都像好闺蜜，有时候吵架也像是闺蜜间的小吵架，所以觉得很自在。文青系的莉莉还形容妈妈就像云朵一样，即使不在身边的时候还是知道她一直都在，让自己很有安全感。而小 S 则说觉得自己变成母亲的时刻非常少，只有女儿在很脆弱的时候才会有母亲感，像是徐老三确诊发烧到 41.9 度，当时她口罩下全是担心的泪水，那一刻也深刻意识到自己母亲的身份。即使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，心里还是觉得我就是徐熙娣，不管在什么角色中都没忘记自己。三个女儿也跟随自己的脚步慢慢进入演艺圈。身为新二代， Lily 成熟地说要更加努力去做出榜样，想让自己发挥到最好，但听到外界对她的评价是非常早熟，她也自曝自己私下其实是幼稚的人，喜欢搞笑也喜欢吃冰淇淋，展现出非常可爱的样子。 I'm pretty and smart and I get along with everyone, even ugly girls.